機遇嘅時代 ，opportunity to be 機遇對我嚟講，呢個世界我都屬於自己嘅諗法，係一個機遇。由十幾七八十年代到今日，都不時講到香港係一個機遇處。香港生活已經少咗好多想像同。我希望用作品去呈現係機遇同埋繁華下面漸漸消失嘅事物。